吃吃看，它这个凤凰流心酥要。哎呦喂！哎，流出来，来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哇，这个好疗愈啊！每一个都这样。哎呦喂啊！号称是一生必尝，超越香港美心哦。吃过香港美心的月饼人就知道，那个好吃的是字不在话下，但是它超越它。我跟你讲，这种看起来越是简单哦，你看它没有过度包装哦，是，可是它就是凭真功夫，你咬一口你就觉得说，哇，这怎么会口味这么好，那么吸引人？你一定要带一盒回去给你女朋友许兰芳。他那个蛋黄真的很香，他一定会带的啦，这个没什么好说。对呀，可是你要知道，人家会那么好吃，有其他的这个用意。为什么？他用最好的上等的日本的面粉哦，还有这个法国的奶油，还有我们台湾的三号。农产哦，三号凤梨，所以它是就做这样的一个结合，你知道，所以整个吃起来口感是真的不一样。那最重要是它的这个芋泥的芋牛的，哦，这个好，对，真的很好。人家是不加色素的哦，是直接用芋泥天然的这个颜色，这个是娃娃的天然色啊。对，好好吃。所以有芋头控的人哦，一定要吃，因为它不是加色素的，所以它看做起来的直接是原来芋头的颜色。那你看里面啊，有够疗愈啦，哎呦喂啊！对啊，那最重要是它的内馅。绝对超过5公分，太 OMG 了啦，是吧？小和家很甜，超好吃。这绿色的是什么？绿色，绿色的这个呢，就是柚子流心酥。哦，你看它柚子为什么外皮是绿色？因为它是加抹茶粉，它的内馅呢，刚吃起来的时候很像凤梨酥，哎，有点像凤梨酥。但是你慢慢咬几口哟。香浓的柚子味就出来了，对，这很好吃，味道好精神，是不是？好吃哦，慢慢就出来了，而且它用日本的海藻糖来取代砂糖，它就不用代糖，对，所以吃来保证健康，也降低它的本身的甜度，太棒了，对，所以现在我们吃这些糕饼呢，一定都是走健康，对，没有负担，太好了，太棒了，谢谢庄哥的分享，我想实在太好吃了。哎呀，也不能只有我们吃，你们想吃的话呢，想知道进一步的讯息的话，可以上我们十一点热炒店的粉丝专页，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讯息啦。是的，是的，谢谢赵哥，哇，谢谢大家，太好太好了。节目里介绍的好东西，上网尽量点，别客气，慢慢逛，疯狂买，只在十三。